哇，好溜哦！这个酥皮的嘎羊角，你们看。准备以下的材料，我们今天来做酥皮的嘎羊角、嘎羊角吧。首先，先做水皮材料：100克普通面粉，1汤匙细砂糖。先搅拌均匀。20克有盐牛油，又或者你们用麻子淋也是可以。10克的玉米油，50ml 水，再把它搅拌均匀。然后继续用手搓成团，再包上保鲜膜防干，休眠20分钟。然后我们来做油皮的部分，85克普通面粉，50克白油，搅拌均匀。然后也是一样，用手搓成团就可以了。油皮搓好后，再把它搓成条形，再把它分成8份。我没有称，我只是这样子切。如果你们要大小一样的，你们就要称哦。然后水皮也是一样，把它搓成条形。也是分成8份。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把这个水皮包油皮。看清楚，不要搞错啊！不要把油皮包水皮啊。搓好后，我们就把这个保鲜膜盖上，防干。现在我们开始擀平这一个面团，你们仔细看啊，就是跟住我的这个视频这样子做。看到吗？就是这么简单而已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八份完成它。再休眠一个15分钟，15分钟后休眠。你们继续看下一个步骤，我们是要怎样做哈。擀平的时候不要太厚，也不要太薄，太薄又很难包。嘎鸭把它放在中间，如果你们要学这个嘎鸭的，可以看为下面的连接。最后我们就要把它包起来，就是捏压捏压这样子。新手的宝贝是有点难度的，我自己也是在那边学习着，但是熟能生巧啦。包好喽，可以拿去烤了。上下火180度烤15分钟，烤好后取出，擦上一层蛋黄液。如果你们要用全蛋也是可以。烤好后继续烤，继续烤一个20分钟，金黄色就可以了，香喷喷出炉咯。喜欢我的食谱，记得按赞、关注与分享哦。